你好，欢迎收看《行家论股》，我是洪宝鑫。亚通 ASIATA 和 XL 亚通正式收购印尼 Linknet 的 66.03% 股权，收购价为25亿4634万令吉。Linknet 是印尼第二大住家固定宽频网络供应商，而这次的收购可让 XL 亚通的移动网络业务跟 Linknet 的固定网络业务发挥显著的协同效应。根据独立市场调查报告，印尼当前的家用固定网络渗透率只有 13.4%， 这意味着 Linknet 还有很大的市场开发空间。而亚通每股4800印尼盾的收购价格是 Linknet 2020年本益比的14倍。完成收购后，达证券预计2023年的每股盈利可提高 5.9%， 不过目前暂时维持原本的盈利预测和40.55的目标价，重申买入评级。